好来，来六岁班的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到我们的《苏姑嘎达布姑巴恰安迪哥》的第七课，第七课。所以，我们打开第十四课，第十四课。好，这这个课本也是全部都是在学读音、读发音。好，在学习之前，一样的，我们先写上日期。杜 o 斯 h i 杜 d 斯 i l 好，来，现在我们要来看，今天我们要读的是 s 姑 u k u a t a 的读读。好，“ahiran p”，“ahiran” 是后面，最后呢是 “p p”。好，然后我们一起来读。好 s 姑 u k u a t a 记得啊，小朋友，到后面呢，我们要直接读出它的读音啊，读出它的读音。好，现在我们先 a 加先。 然后舌部过后要直接读读音的：cap c h a p c a p c h a p、Yap. y a p yap，yap y p、Rap. r a p rap，rap rap，rip lip，rip lip、r。I p, lip. 好，我们重复来读啊，chop chop，直接发音，yap y a p r o b r o b l i p lip, lip。好，到后面呢，你们要学会读这样。如果真的不会，你们读在心里，chop 啊，你们要大声的读出后面的 chop，那个 c a p 就念在心里。 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下面的生字，这个是你们要读出生字，然后要把它背起来的。这个怎样读？鸡、鸡、chop、鸡 chop、鸡 chop，酱,酱油、酱油，对吗？妈妈煮菜要调味的酱油、酱油。好，再来，这个是怎样读呢？ 撒对了，撒 s a r 沙，这个呢，鸭，沙鸭，沙鸭，阿不，伊读沙鸭，不是鸟啊，沙鸭是翅膀，翅膀，你看它有箭头的。好，那我们读第三个字，这个是马来人，呃，很喜欢泡给我们喝的哈、哦，啊，这个玫瑰露啊。 啊，对吗？这怎样读？C，S I 读 C，rap，R A P rap，C rap，C rap，I C rap。C C I C rup. 再来，这个是鱼翅，鱼的翅膀。这怎样读？C，对了，S I C，L I P。 l i p 我们直接发音，C rib，C rib，鱼翅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打开的是第十五页，十五页。初八 a 加单舌部，这里呢我们要学它的读音哦，学它的读音，不用一个一个找出意思了啊，最主要的是要念读音。好，好。 s, s a 读 s a p 读 s ap, a, s ap, a p ap, a s a p t a p tap，a a 读 a 对吗？啊，这是之前我们都读过的。a tap，a tap，d a, ap, a p rap，rap，serap。Rap, rap, Jap J A P Jap Jap G Jap 因为它是 L A P Lap Lap G Lap G Rap R A P Rap Harap Harap ha

Hero, Hero，下一行，DIP Dip, sh Dip, Shoe Dip, Shoe Dip, TIP Tip, Tip, TIP Tip, Gut Tip, Gut Tip。I

K U P G o、ok, G o、ok, C G、ok, C G、ok. 最后一行 L U P R O P L, ub, l, ub, l U P R O P 车路车路 S U P SHOP S U P SHOP s o p t u p d o g d o g t e o g t e o g 好，所以小朋友要记得，这边我们要学会这些发音哦。然后呢，要背好和学好这四个生字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，拜拜。